这款机器呢，就是说咱们的新款小型墙体彩绘机啊，小电箱墙体彩绘机。它的优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搬运方便，然后还有一个操作方便，一个女孩子就可以单独操作啊，女孩子都可以的啊。它的优点就是机头和杆子和电箱都可以分离，都可以分离。小汽车的，就是说咱们的小轿车的后备箱都可以放得下，都可以放得下。它的打印高度呢是两米五，宽度的话是六米，都可以无限延长、无限拼接的啊。这款机器呢，就是说性价比很高，真正就是说省时省力省人工，哎，新款机器啊，2022年。很漂亮啊，这个玉雕图马上打完了。